叫啥呢？没聊了，给他对上微信。我回来没事来，来，你的叫爸爸来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哎，你们可以想不同的名字，比如叫妈妈。英文，比如，哎，你们自己想吧。那我们开始游戏，取快递喽。第一位。啊，弟弟，我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姐姐。姐姐。你叫我姐姐干嘛？姐姐。你叫我姐姐干嘛？叫姐姐，你叫我姐姐干嘛？叫姐姐。哦，姐姐。你叫我姐姐。你叫我叫你姐姐的呀。哎，就是啥？哎，对，我一直盯着姐姐。啊？要是啊？还没。还没。我哎呦，买面锤啊！啊，行。我干嘛要叫你姐姐呀？